气不不，山区的你常常看不见我们爱你。甜甜，我很生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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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讨厌，不管了，哈，讨厌，哈，讨厌，都骗人，太过分了，哈！真生气的刷脸，好吃的面包，他都没有仔细八折，对呀，他就换过去了，对不对？妈妈明明答应了买蛋糕给我，结果忘记了。如果我没有遵守约定，他就会像魔鬼一样的生气。魔鬼？把妈妈当成这样子的魔鬼吗？结果喵喵一下，到连雨都掉下来了，有没有？爸爸明明说好要教我骑脚踏车，寻猫，寻猫骑士，名字阿丸，三岁，特征脖子细糯，红绳子，黄色的铃铛，爱爬高。对，喵喵。可是他每天都说爸爸好累哦，明天也就带你去。刚刚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。就这个啦，这只对啦，就是它啦，喵喵喵。还有，我明明跟圣诞老公公讲，我想要一个公主洋娃娃。公主洋娃娃在哪里？在橱窗里头，对不对？很多很多美丽的公主洋娃娃。结果，哇！结果他却送我笔记本和铅笔，叫我要用功读书，乖乖听爸爸妈妈的话。其实我也是很想当个乖小孩啊，只是……爸爸，坏月亮在哪里呀？这边。也在这里。自己玩好无聊，所以有时候小孩发言的小孩要恶作剧一下。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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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婆婆看到了，有没有？如果家里能有小狗就好了。结果小狗汪汪汪，小狗其实要追谁呀？啾啾啾啾。所以你看到它的眼睛，有一个红色的点点，有没有？因为啾啾是什么颜色的呀 ？Red 的色。这样我们就一起能一起玩了。可是这世界上好像都没有人听我说话。没有能任何人说话了。结果噼里啪啦啪啦落了，这都是什么呀 ？Apple， 好吃的苹果，全部都得到了。你们等着瞧吧，有章鱼。好长鱼，还有这个什么，有个荷包蛋吗？还是什么？都是刚刚那些人。对，都是刚刚那些人。结果噼里啪啦啵啵，全部都快要摔在一块了。咕噜砰！哎呀，糟了！天哪，你没事吧，小朋友？你还好吗？差一点就要没事了。那你吓坏了吧？他眼睛怎么好了？好，张眼在这里，喵喵在这里。那个，我本来不想跟任何人说话的，但是还是谢谢小雨。妈妈，爸爸妈妈来了。奇亚，有没有发现？爸爸还拿着一个什么？公主洋娃娃。然后妈妈还提了一个什么？可能是，可能是刚刚说好要买的蛋糕，对不对？小 cat。爸爸妈妈，我跟你们说，刚才讨厌，我真的不打算跟任何人说话的。OK， 好，这是气宝宝。不过后面有一个，就是前面的时候，前面他先说，对，我生气了，我真的生气了，不跟你们好了，妈妈，禁止进入。啊，
后到最后和好的时候呢，就什么？这里。我不相信了，这次就连任你们吧。我爱你们，爸爸妈妈，欢迎光临。小雨，生日快乐。你们去吧。好，一二。But I pass. It's time to say goodbye. When you say, "Stay, stay, stay, the story fox, goodbye, goodbye."